汽车纳达慕这场比赛所有的赛道里边的障碍，像飞跳过于大的驼峰，它对这个轮胎的冲击力、抗爆能力是要求非常高的，所以综合是来说，从轮胎、花纹、减震器、气压、合适的速比，这些整个的一个要求要做一个合适的调整。比赛的初期啊，整个路面是比较硬的，它需要轮胎啊比较好的这个抓地、高速的这种性能。但随着比赛的进行，特别是弯道里被反复的碾压之后，会变成软土，所以说对轮胎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。取得很好的成绩，也特别感谢科马仕的大力支持。有强大的团队，才有强大的个人的成绩。从我们科马仕轮胎后勤团队每天提供优质的素材，让我们能够及时观看，做一个及时的调整。我觉得这对我们车手来说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和师傅俩能代表科马仕勇士车队参加比赛，我们非常开心。感谢科马仕轮胎的大力支持，还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，让我们在比赛过程中有信心的去参与、去追逐，获得优异的成绩。谢谢。高兴能参加这次全国 NCC 机车争霸赛，感谢大家对科马仕品牌的支持。希望科马仕勇士赛车队和我们强强联手。